有种凌乱美叫赵今麦，拍照时故意弄乱头发，最后成品美到让你心动。赵今麦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演员了，从小就演戏的他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长大之后，赵今麦更是包揽了很多的奖项，出演了一些经典的影视剧，比如《流浪地球》《初恋那件小事》《少年派》等等。而赵今麦与其他童星不一样的是，他并没有特别长的头发，留着短发的他也是非常有魅力。近期有网友发现赵今麦在拍照的时候故意弄乱头发，营造出了凌乱美的感觉，本来以为会特别的难看，没有想到最后的成品美到你心动。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坐在窗户前的赵今麦非常的漂亮，而她虽然穿着简单的 T 恤和裤子，但是却有一种高级感，虽然头发有一点蓬松，但是并没有影响赵今麦的高颜值。果然有颜人性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。这样的赵今麦如果稍加打扮，肯定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。